天没谈拢，沙僧吃了好几次取经人。对，呵呵，你这说的对，就是这样的啊。玉帝那边不满意，那个沙僧就狂吃，对吧？作者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解读。对啊，这就是作品的魅力，就是一个好的作品怎么解读，那是别人的事情，人家解读的说不定比那个原作啊，它的意义更深远，对吧？因为作者他受年代限制，他是那个明朝的人，或者是甚至前面的吧，宋朝的，五代十国的这个唐宋朝的吧，宋朝后面元朝，对不对？你是有局限性的，就是作者啊。那我们现在是我们属于21世纪，对吧？那个认识和见解和境界都不一样，对吧？那你解读出来，很有可能就超越这个作者，因为作者他有时代局限性啊，所以这就是就是名著啊，你要仿佛去读的一个意义啊，就是你用现在的这种眼光、这种观点，对吧？这种去理解过去的，这里的青狮和乌鸡国的都是文，对，没错，都是文殊菩萨的。取经是佛教的事，道教为什么要支持？这是开会决定的，对吧？玉帝把老君叫来开会，老君说很好啊，对吧？叫三教融合，懂了吧？这是政治正确，所以说你要不理解这个，你就理解什么叫政治正确就行。这是大会决定的，所以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叫三教融合。佛法现在都能用量子力学去解读一部，这个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你用现代的物理去解。去解释这个佛法，实际上是我认为它是进入了歧途误区啊，就是用现代的物理去解释佛法，你应该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就是被别人理解，但是佛法一定不是给你这个什么量子力学、什么薛定谔的猫、测不准原理什么一大堆的，跟它没关系。为啥呢？我不相信3000年前的人他妈的他脑子那么聪明，都已经想到这样了，对吧？他见过的多的是恒河沙，懂了吧？他顶多能看看星星、看看月亮，他去想。你说他把现在的量子力学都想明白了，那怎么可能呢？那都是巧合啊，那都是。用量子力学就可以佐证它一部分这个说法，那实际上跟这个佛法跟这个用量子力学让你更容易理解一点，知道吧？所以说我看好多人拿什么物理去解释佛法，我觉得那纯粹是叫牵强附会，知道吧？那你说佛祖那个时候3000年前，他靠什么观察世界？他靠什么去感悟啊？不就靠当时的，对吧？他靠自己眼耳鼻舌身意嘛，六根呐、啊。他哪有什么这么现代物理概念，对吧？纯粹是牵强附会，牵强附会啊！你要听那个，就是进入歧途了。其实你还不如去理解他那个时候人他怎么观察世界，怎么看世界，怎么想世界，对吧？在那个物质条件下，在那种这个物理水平下，所以说你记住了，所有人用什么物理学去解释佛教的，那纯粹是有点这个既侮辱了佛教，又侮辱了现代物理学。我跟你说，他两个都侮辱了啊！都说《西游记》重佛易道，那怎么可能呢？哪有什么重佛？一道牛顿站在佛祖的肩膀，人家牛顿也没信佛教啊，对不对？人家最后信的还是基督教，是不是？我给你解释吧啊，就是有人在解释空，这佛教里面最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大乘佛教，这最重要概念就是空，知道吧？这好多人就用物理学去解释什么叫空啊，空不是没有啊，空不是没有，然后他解释什么叫空，然后就开始说，哎，这个原子、离子、夸克，最后到什么一大堆的啊，就是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我认为个人认为，他就不理解什么叫空啊，空是一种状态，对吧？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佛祖啊，他说不明白这个，他把现在看到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想到的、脑子动的啊，这一切听到的，就是我们竭尽我们所能感知的这个世界，它的另外一个状态叫空。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状态，它深深要造个另外一个状态叫空，空是它的本质，本质就是空。然后空呢，在一个特定的这个叫缘起嘛，叫缘，因为佛教不就讲缘嘛，在这个缘之下产生了我们看见的、我们感受的这种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尽量的要把耳朵、把嗅觉，对吧？把这个什么视觉都要给它屏蔽掉，你感受那个空，感受到原来的状态，这叫真相嘛，对吧？佛教还有一个概念叫相，一个是空，一个是相，对吧？为了把空和相解释明白，我觉得空和相都是他自己造出来的，尤其是空，他说不明白，没法解释那个空，他只能让你去想，那空就是事物原本的状态，原本状态就是空，然后机缘巧合，在各种因缘之下，它变成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而且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实际上是和给你观察的人有关系，狗看到的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对吧？或者你用机器看到的，跟我们眼睛看的又不一样，这个蚂蚁感受到的世界和我们感受的又不一样，对吧？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吧？你这么理解就完了，世界没有变化，世界还是这个世界。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每个人看到的又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看到和动物看的又不一样，对吧？所以他就认为我们原本有个世界在那儿，那是真，对吧？那个就是本性，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然后他把那个定义为空，反正你也看不见，对吧？你就去想去吧。所以我们现在非要用什么物理学去解释，那纯粹是牵强附会，对吧？我认为啊，空不是有和没有，空不是有，空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我们现在能，我们所有的能认知到的这种状态，对立面就是空，对吧？对，不是。
空是汉字嘛，那个梵文那个空到底什么意思，对吧？就我们，所以这个和尚玄奘他们取经取回来之后，他为了把这个跟那个梵文要对上，我们用什么词呢，对吧？这你得描绘他那个意境，知道吧？所以想来想去就用过空。然后我们现在老是从这个空这个字上面抠，你知道吧？你空是人家就是像是翻译过来的，对吧？是不是这样的吧？缘起性空就说的就是性空，说的就是本质上就是空嘛，知道吧？缘起就是本质上是空，因为在各种机缘巧合因缘之下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或者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样子，叫缘起性空啊，啊，本质上是空，就是搞个概念让人理解不了，不是，就是让你去理解，你要理解了你就觉悟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你所有的这个佛教你搞来搞去就那么几句话嘛，对吧？你先把空搞清楚，什么叫空，你要把空，你要证悟了这个空，那说明你已经精进了，对吧？你已经这个至少是这个啊，具有了一定的智慧。请大家多多支持坦明叔，坦明叔是俺唯一支持的博主，感谢谢谢谢谢谢。空就是道，呵呵，所以我只是凡人。真假美猴王之后，妖怪一个比一个厉害，故意把人搞糊涂好骗钱，顿悟，对，没错没错，执迷不悟，执迷不悟啊，空和道一样是本源，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这么理解，但是道还是道和空还不一样，道和空讲的还是不一样的。道我理解道还是道，就空是一种状态，道讲的你道更像是一种啊宇宙啊运行的一个规律啊，这叫道，我理解了啊，就我理解不一定对，就道我认为道还是更多的是在向你描述阐述一种运行的规律，对吧？类似于整个宇宙法则，空是只说一种状态，知道吧？是本源，就本来这种状态，对对吧？道是更多的向你解释这个宇宙一个法则一个规律啊。取经回来也是个空，根本没用。你说的对，本来这个佛教讲究的这个经，对吧？就是经和法，这些都是空，本来就是空，知道吧？空，所以给你一个无字的书是最对的。结果他们非要这个经书嘛，对吧？就是如果说唐僧啊，他们试图把那个无字书拿走了，那就说明他已经证悟了，明白啥意思吗？就是这81难过来之后，他已经证悟了这个顿悟，或者证悟了这佛教的要义，对吧？他已经明白了，结果事实证明他没有明白，所以他要那个有字的经书。这就是《金刚经》是怎么说的？诸法无相，对不对？是这么说吧？凡有相，什么皆虚妄，对吧？你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你能想到、看到的啊、听到的，皆虚妄，皆见诸法无相，是吧？即见如来。就是你看到任何东西都已经不是你看到的，那你就相当于证悟了，就如来大智慧觉悟了，后面泡了水也没换。对，就对对，诸相非相嘛，即见如来，对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不就金刚经嘛，对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对吧？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是吧？说远了啊，就是说我看好多人拿现代物理学去解释佛教，我觉得当然深套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嘛，对吧？没有必要，那反而不利于理解，越搞越玄乎，你知道吧？对吧？你佛教它就是你把它当哲学看，还有拿一经说二经之类的，有点过了哈，对吧？没有必要，是吧？我觉得我不相信3000年前的人他在那个条件下他能想到什么，对吧？剥离二相性，对吧？这不就是剥离二相性嘛，是吧？是这么说吧？剥离二相性就是有的时候它是呈现这个叫震动，是吧？光波，有的时候它是粒子状态，就是你怎么理解这能量，对吧？那你说过去佛祖他能想到这个吗？剥离二相性他都已经整明白了吗？不可能。真实的啊，我跟你说啊，我个人理解的真实的情况是，当时的这个印度啊，他那个宗教，他那叫不叫宗教吧，咱们说哲学吧，对吧？思想非常活跃，各种教派，对吧？他不是各种教派吗？那当时他不是说啊，印度是思想是一片荒漠，不是的，他印度是非常发达，那么苦行僧啊，他妈在森林里面一走一年，对不对？完了之后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苦行嘛，完了就在那想冥想，然后他本来各种宗教，就比如印度教、婆罗门教一大堆的各种教，还有什么本教，对不对？一堆的宗教是挺发达的，就是各种思想啊。然后佛祖是什么呢？如来佛是他把各家的这个思想取长补短，从这儿搞了个轮回说，从那儿搞了个因果说，对吧？哎，从那儿搞个啥，把它揉吧，自己把解释通，对吧？说在菩提树下做了7期49天，什么一堆的证悟了，实际上就是融合一个大家的这个各种说法，博采众长。完了之后，他最主要的是加了一个众生平等的概念，因为当时的婆罗门教就是把人分成5等嘛，4等，对不对？他搞个众生平等，实际上就是为了那就对立嘛，就是你说人分3六9等，我说人是平等的，我们来抢信众嘛，不就这意思吗？是吧？就我这是我就这么理解的。然后他因为他有钱呢，他是王子，对不对？他是
是他是尼泊尔一个什么国一个什么国对不对？他是王子，他有资金，他有后台，所以他来传播这个思想，然后还能他还传播终身平等。那有好多对那个婆罗门教不满的人，他就愿意信这个，对吧？你信了这个，租子少交一点，是吧？各种优惠政策，这样很越来越多人信嘛。我跟你说，就这么简单，不要把它搞得好复杂，你知道吧？好像他就是我跟你一定跟经济相关，你知道吧？经济活动啊，那一个你看，告诉你人生而平等的。人人都能成佛，没有人是什么你干坏事你就会下地狱，对吧？完了之后六道轮回啊，对吧？你得做好事，完了之后你众生是平等，你可以成为佛。这样的好多人不满的人，对原来那个宗教不满，对婆罗门教，对什么那叫不满的人，他就会信这个。第二个，然后他有经济政策刺激啊，对吧？你信了这个教，租子少交点呗，是吧？这个啊，租地便宜点，是吧？徭役少付一点。哎，佛教就这么干的，哎，信众不就越来越多吗？是这样的吧？然后为什么佛教从印度被赶走了呢？印度没了呢？对吧？肯定是跟那个婆罗跟本地的跟那个什么原来的这个旧的宗教的吧，或者叫印度教，或者是他们是争这个信众啊，旧势力其利益冲对。然后这个大利利就这些权贵，就是国王，他不就是属沙利利嘛，对吧？这些人他为了把头上这个婆罗门给他推翻，对吧？他不想上面有个人管他。我跟你说，有作为的帝王，他一定是想这个宗教为他服务，他肯定不愿意政教合一，他不希望上面还有婆罗门在他上面，所以他就要推翻婆罗门。他推翻婆罗门，他就是接着利用佛教，因为佛教他讲众生平等，所以阿育王估计就是利用这佛教，对吧？大杀四方，他这个印度统一了一大半，对不对？统一一大半，那个人印度是各个城邦，对不对？印度历史上曾经没有统一过，这阿育王算是统一的比较多的，一下干到南印度，对吧？海边上有很多地方都被他占领了，但他就靠佛教嘛。后来斗争失败了，因为这个婆罗门教啊，印度教势力太顽固啊，对吧？最后这个佛教又慢慢势力又衰了，衰了之后就势力一衰，他就往阿富汗啊，往中亚传，往咱们的西域，不就这么个路线吗？因为他在国内混不下去了，那和尚跑啊，对不对？哎，我告诉你，佛教传就是这么来的，好好的他是不会传的，他一定是在那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就跟现在润一样的，好多人润了，对吧？就是道理，他在本地受打压，然后他就背着他的经书，往阿富汗跑，往中亚跑，往西域跑，到处传，是吧？你看这一套系统对当地的皇帝也是管用，那皇帝一看这可以啊，这个学说，对不对？那就来吧，哎，你把经书搬来。所以呢，一路上啊，我跟你说，从那个印度、阿富汗、中亚一直到新疆，那一路上都是佛国，过去啊都是信佛教的，后来才信了伊斯兰教，都是佛，那都是佛国，所以一路上都是各种宗教，就是佛教的雕刻啊。阿富汗是巴米扬大佛，对不对？阿富汗那是最早的、最大的巴米扬大佛佛像，然后到我们这儿，这个甘肃是吧？莫高窟是不是？然后再到什么？一路上啊，都是佛教的这种壁画和这种雕刻、雕塑，然后最后到龙门石窟，这个叫什么云冈石窟？你看这路线，石窟对吧？那就是在印度受挤压之后，他跑啊，对吧？高僧的跑路啊，对吧？那在那儿逮住个砍头啊，是不是？逮住要死，就是跑嘛，那就往这儿跑，沿着这条路，乐山大佛对。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它不是这么分的。藏传佛教叫密宗，知道吧？它叫密宗。密宗也是当时这个佛教衰落了，不行了，没有，就好多人不信，然后他就是你讲这个这各种修行啊，各种这个那个的，对吧？经书，那个敬重啊，觉得累，还不如信那个婆罗门教。反正我就是废舍，对不对？算了，舍陀罗，我就舍陀罗了，对吧？我不想那么多，所以大家很累。你这个佛教已经不适应了，不适应怎么办呢？所以他们为了传教传佛教。他们搞了个密宗，密宗讲究什么呢？密宗讲究，反正我说的也不是太准啊。密宗讲究这个，就是把那个本教或者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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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印度教那些教众喜欢的部分给他抽出来，加到佛教里面。所以什么双修啊，明白了吧？这个什么啊，那都是从那儿从人家就是人家行之有效的那些观点，能吸引人的部分，对吧？就像人体摄影一样的，哎，他把借鉴到佛教里面来，然后搞密宗。这他说这个为什么没有经书呢？他解释啊，这是佛祖啊秘密传的，应该这样的啊。这反正你把它理解成都是当时在那个背景下为了拉拢信众啊一套搞法，是这样的没错吧？他是为了吸引信众，他正好把那些你看那本教为什么人家信呢？那不就是那一套吗？那好，那我把你那个也搞过来借鉴一下，对吧？然后把那个披上这个佛教的外衣，里面塞上这个，然后大家哎愿意挺好的，所以这个佛教变成好多种。所以印度的藏传佛教它不是，你要严格算应该算大乘佛教，对吧？你要算的话啊，因为大乘佛教讲究的是度，不仅要自度，还要度别人，是这样的吧？大乘佛教不仅要自己度，还要度别人，这叫大乘嘛。然后你要获得什么般若智慧，小乘佛教是度自己啊，金刚乘是吧？不用读书都方便是。
是吧？仁波切，对对对，大乘之后发展的藏传是吧？那严格意义上应该算大乘嘛？供养上师，对对对，你那个藏传佛教就要求你冥想，你要冥想。叫其他的佛教，好像咱们汉地的佛教好像没有这一块吧？就让你冥想，就是那个瑜伽那种冥想，你在冥想上师啊，无所不能，真的，你得相信上师是无所不能，包治百病，他能拯救你如苦难，大慈大悲，对吧？你得想。你相信他，但好像咱们这汉地佛教没这一说吧？你冥想，你师父长老无所不能是吧？然后就是要求你啊，信众对吧？把你的叫供养，对，刚才是供养，你把你的钱财产给上师对吧？因为你修的是下一辈子嘛，不修今生修来生，然后你这辈子就这样子了，你就要修行对吧？然后你的财产要是没用，都给上师，然后上师拿着财产在成都或者在北京买房对吧？然后他定期的去西藏再收钱，不都这样吗？对啊，那在成都买别墅嘛。或者在北京买房，朝阳好多房子不知道他们买了吗？怎么不真的这样呢？汉地少吧，少是吧？汉地不提倡这个，30万没有吧？夸张了吧？说朝阳10万仁波切，朝阳是10万仁波切。所以你看那个藏传佛教，他们信的人就比较那个，确实特别信。他们就是那个叫什么跪拜，是不是？他那叫什么？反正一步一磕头啊，是吧？就是身体凉到拉萨，全家上，对吧？全家都这样。他特别虔诚，磕颤头，是不是？所以他们信的更加虔诚，知道吧？我跟你说，汉地的佛教很少有信的这么虔诚的。你汉人信佛教都是半信半疑啊，都是交易，是这真的啊。这个咱们实话实说，就是咱们信佛教都是交易，都是想跟佛做点交易，对吧？你保佑我干啥？我给你上点香，到时候我许了愿成功了，我回来还愿，对吧？给你重塑今生，是这样子吧？这讲究的都是个交易，对吧？没有真信的，真的没有真信，都是来要么求你办个事，对吧？你保佑我这个考大学，保佑我升官，保佑我这个不被查，对不对？保佑我资金链别断，对吧？不都是干这个的吗？哪有真信的呢，对吧？对啊，先许诺，许完之后，许愿嘛，许成了，他回来再去还愿，对不对？都这么干嘛？所以说这是变成一个不，我跟你说，这个信仰这玩意儿，你跟藏传还真不一样，西藏那人真信啊，人家真信，对吧？人家跟磕长头，